好的，那我们在这里是不是先邀请陈淑华老师？我们先帮待会对唱组的选手抽出我们的第一位第一组的号码，第一位上台比赛。那我们先投入十位数。好，我们放入零、一。好的，那我们请淑华老师帮我们大家抽出十位数字。好，抽出的是一。那我们接下来放入二号。好，我们这个组别也是十二位哈。二。好的，那我们十二号，好，对唱组十二号选手，接下来会是第一个演唱，好的顺序是第一位哦。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请先回座休息，谢谢。好的，我们欢迎一号严巧怡、许登一带来《漂培爱》。各位大家好。大家好。电话出来，但无一句交代，苦楚万般无奈，敢一定爱失去了残花才会知。日头阮人人的天边彩云，亲像阮妈妈的脚背灵魂，青春是袂当搁回头的船，袂当搁打算。一支阮吞吞吞。心肠对你的开腔，阮调伫嘴唇，予你的结局是有缘无分，写无成剧本。你的人，漂泊的人，你的爱，漂泊的爱，渐渐消失在最遥远的无尽海。飘在去撇电话出来，但无一句交代，苦楚万般无奈，敢一定爱失去了残花才会知。霓虹粉红红的天边彩云，牵起阮茫茫的咖啡灵魂，青春是袂当搁回头的船。吞吞吞，透入心肠，对你的亏欠，阮调伫嘴唇，予你的结局是有缘无分，写无成剧本。你的人，漂泊的人，你的爱，漂泊的爱，渐渐消失在最遥远的无尽海。阮吞吞吞，透入心肠，对你的亏欠，阮调伫嘴唇，予你的结局是有缘无分，写无成剧本。你的人，漂泊的人，你的爱，漂泊的爱，渐渐消失在最遥远的无尽海。
接着要比赛的是一号黄美红小姐、杨明和先生，比赛的歌曲是《感情像囡仔》。二号林佳慧、周义雄，请准备。主持人，评审老师，大家好。在这边再提醒大家一下，我们比赛的歌手稍微再往前一点，我们台上有一个叉叉的红色的号，那个记号再往前一点点就可以，这样子录影起来那个灯光才会够，影像才会清楚。谢谢，谢谢一号黄美
此，各位观众在这边插播一下，有位民众遗失男用咖啡色皮夹，那麻烦热心的民众我们如果有捡到的话，请拿到服务台，谢谢。接着要比赛的是二号林佳慧小姐、周义雄先生，比赛的歌曲是《秋雨那一暝》。三号薛一化先生、黄碧梅小姐，请准备。主持人、评审老师、各位嘉宾，大家好。
再会啦我的爱。一年雨点点地落，月光拢暗淡的多。谢谢二号林佳慧，谢谢周逸雄。接着要比赛的是三号薛逸化先生、黄碧梅小姐，比赛的歌曲《千金难换》。四号陈水生先生、黄美秀小姐，请准备。主持人、老师、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
号陈水深先生，黄美秀小姐。比赛的歌曲是《将你藏心肝》。五号林居德先生，杨秀珠小姐，请准备。先生老师，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在梦中等待着心爱的人相逢，思思念念拢是你的影子。心惦在风雨中，笑叹着痴情的人孤单。爱情啊，甘愿一生为你唱，将爱你放心肝。心话长天有酒醉，一生梦醒拢是你的名。将爱你放心肝，真正爱不惊来拆散，坎坷的情路心肝念相偎，爱你啦。在梦中等待着心爱的人相逢，思思念念拢是你的影子。心惦在风雨中，笑叹着痴情的人孤单。爱情啊，甘愿一生为你唱，用爱你放心肝。心话长天有酒醉，一生梦醒拢是你的名。将爱你放心肝，真正爱不惊来拆散，坎坷的情路心肝念相偎，爱你啦。心肝永远袂变卦，将爱你放心肝，真心话长天有酒醉，一生梦醒拢是你的名。的是五号林居德先生、杨秀珠小姐。比赛的歌曲是《牵手作伴》。六号詹伯聪先生、王美惠小姐，请准备。评审贵宾
大家好。谢谢。
在这里为各位观众插播一则讯息，车号1857的车主，车号1857的车主，您挡住店家的冷冻库，麻烦请这位民众尽速前往移车，谢谢。接着要比赛的是6号詹伯聪先生、王美惠小姐，比赛的歌曲《今生无缘》。7号陈江南先生、陈杏花小姐，请准备。主持人、评审老师、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
用生命找找你。天来海的感敢有相会是你，无奈今夜雨绵绵，是是雨中断情丝，今生无缘来世再相随。谢谢六号詹伯聪先生、王美惠小姐。接着要比赛的是七号陈江南先生、陈信花小姐。比赛的歌曲《秋雨那一米》。八号龚连生先生、李素妹小姐，请准备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一暝雨点点地落，月朦胧暗淡的落，雨水的光影闪闪烁烁，看阮的稀微，车行过侪难忘的城市，是秋雨的彼一暝。我该当安怎讲起？当表达什么？是伊啥该讲的对不起，我袂记讲出嘴，请原谅我点点的离开，点秋雨的伊一暝。啊，冷冷的月，我请。今夜我袂当安奈的目屎，来对对对我的心肝，予你看我的心痛。一暝的秋风声无奈无奈，伴奏这寂寞的歌。来对对对我的心肝。来对对对我的心肝，予你看我的心痛。一暝的秋风声无奈无奈，伴奏这寂寞的歌。来对对对我的心肝，予你看我的心。再会了，我的爱。啊，冷冷的月，冷冷的月，我请你看，我请你看，今夜我袂当安奈的目屎。来对对对我的心肝，予你看我的心。无奈，无奈，伴奏这
个寂寞的歌，来对对对我的心肝，予你看我的心痛。一暝的火车声无停无停，再会啦我的爱。一暝雨点点的落，谢谢七号陈江南先生、陈杏花小姐。接着要比赛的是八号龚连生先生、李素妹小姐。比赛的歌曲是《道丁》。九号陈宝如小姐、林水斌先生，请准备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身体好。大家好。陈评审好。你斗阵一枝梅，我的一颗心在替你甜。不知你心内对阮真正喜爱，也是甲阮风顶做伊，这甲你斗。
练生先生李素妹小姐。接着要比赛的是九号陈宝如小姐、林水冰先生。比赛的歌曲是《梦中的爱人》。十号洪文义先生、罗秀珠小姐，请准备。主持人、评审老师、各位嘉宾，大家好。陈宝如小姐、林水冰先生。接着要比赛的是十号洪文义先生、罗秀珠小姐。比赛的歌曲是《感谢天意》。十一号廖建志先生、黄瑜婷小姐，请准备。主持人、评审老师、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
先生罗秀珠小姐，接着是上台比赛的是十一号廖建志先生黄瑜婷小姐。十一号廖建志先生黄瑜婷小姐唱名第二次了。十一号廖建志先生黄瑜婷小姐第三次没有来比赛了。好的，那我们对唱组的比赛到这边全部结束。